级成功的话就只有他一个人，附近没成功直接战斗是附近的一起拉。哦，好，没事啊。好。啊。哦，死了。那怎么分座还蛮低耶？还有他有穿内裤，不然刚那个画面对，没穿你敢看？我也不敢。穿了你也敢看？哎，不敢。哟，啊，我刚看忘看多少钱。哟，我还说你忘了，我还说忘了看。三块不是吗？三块吗？那就赢一块。不用吧？哎。哦，你们是结束后直接发钱哦？对，我是银行员，我可以直接给附近的人钱。哦。这边打得到吗？多，然后可以耶，可以啊，这边都可以打得到。那我们要直接打酒馆吗？酒馆乌鸦，酒馆好，酒馆够了、我总记得，哎，哎，你想中间，亏你能走到这里。哇，超失败！哇，被惩罚啦！啊啊！打隔壁的，不要打市长。先干掉好干的，对不对？记得。尽量能少损点血，越少越好。是，就像杰克那天真的讲。杰克是说，他是说想要造成最多伤害 ，CP 值最高。他就是贪心 啊，他就贪心呗。不是这样玩啊。对没？就说。现在前面有三个，如果是说能够在人在解敌、在换他们之前，然后造成最大伤害，那都 OK。那下一轮就换他了，然后我们叫下一轮就被打，你不把他打死，那对，气死。不好就说嘛，对面有三个叫你穿女仆装的，你要先干掉一个就直接没有的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他们都不敢讲啊。像这边像这样子，我这伤害只有这个我要先打这只比较好。对啊，刚好六的话还是打那边比较好啊，有保障啊。不要太轻啊！避免说等下失败输出不够。你看他打四滴血，搞不好等下打八滴。哎呀，看这样多好啊！是长到怪物了，看一下，帽子放，待命。啊，这里什么叫市长挡到怪物了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哦。这团的脸我看精彩了，不会很精彩了，只是会常常被打而已嘛。走咯，走啊，走，我要死咯。酒吧警线海盗入侵，滚。我怎么记得我那时候来酒馆是直接一个火焰史莱姆啊，把我身上全部烧光。不一样的啦，不一样任务啦，那个不同剧情吧。你要先打谁？中间吧，你中间先消耗血，我看我能不能弄死他。好啊，我可是记得。哈，15滴哦。你用刚好呢，可是你没那个。卖啦！他装填而已。我知道，下一轮就射下去了，不是吗？成功率50，有点低呀、啊。然后拿椅子敲人啊。第一次感觉不错用，真的，你看他的脚胶，闪掉了，不要 HD， 好，哎呦 ，biang biang， 还要 biang biang， 中间吧，我集运看看，好啊，好啊，退了一个，他这个跟有跟没有一样，烂透了这个集运。市长来啦！完了，我要倒了！完了，完了！我闪！哦，我手是往上打，亮不亮？哦，好笑。就说要先点命中率吧，你看，看，都点攻击力，不点命中率，不往前射，往天空射，哪射得到？哎呀！我说。哦，加哇15滴哦，对吧、啊？
我有另外一招是可以打 23D， 不过命中率只有 50% 而已。哦。哇、哦！哇、哦！长张田。你们两个，哎，音乐要打左边那只。我打左边，看我打左边。我跟繁星等于右边的。啊，没成功 ，CD。好。好烦哦！就这种血量真的是很烦呢、欸，气死了。可以了，还好，可以。那我这把、啊，哦，你倒了，我倒了。直接倒了，哇！我变骨头了。欸、那生命池四个这么多、哦。流浪汉，你怎么死啦？要不要拉我一下。复活吗？那拉我一下吧。复活。妈妈咋空？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妈妈往好处想，等一下，如果万一我们补生命池的话，就不会浪费掉了。感谢矿工的努力。你打，再打，再打，打我啊！你是新来的，不还不订阅一下？还行。加力量，你的吧？你穿一个衣服吧。因为你刚才武器不是力量吗？我其实拿什么都可以啊。你穿个衣服，现在那把，现在那把不是力量吗？对。那就这给你啊。好啊，你也只能给你啊，你再漏点下去不能播啊。啊！结果你闪避耶、欸。对啊，我想闪避。这给谁？哎、欸，这女装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就我啦。哦、oh, ，我要玩这个吗？好像不错哎、欸。可是你这样就不能发钱了哦。发钱？哦，对，我是武器有钱。对耶。你是因为那个琵琶的关系啊？对啊，你先装身上嘛。可是他不是我这琵琶你放在包包里面啊？先给你嘛。我好想，我想直接玩这个哎、欸。那你玩啊？没关系，难道就没银行了？先玩玩。没银行了，没有而已啊。没事没事，那就大家直接分了，就不用直接分了。好行。噔噔噔，蜂蜜酒。操。有，小雨酿的酒。男生都又不会怎么样。是没错，可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为什么女生都就有事，男生都就没事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这是男女不平等的。反正不平等，所以你也想露一下咯、不行。现在呢？打乌鸦，打乌鸦没有引到你啊？啊，我怎么看那个有没有引到那个？滑鼠移上去有没有看到有个？它有个红色哦，好吧，没有，所以在附近晃一晃。对，还是进去里面。冒险者之家是什么东西？任务目标？讲话的样子吧。走进去吧。好啊。然后进去打架。嗯哼。那个叫海人。好吧，我其实我敢打赌。嗯。哦，开任务。水之神殿。哦，开始了，这是我打神殿的时候了。主线。哦。你要船的话，我这边有船，可是你要把它找出来。嗯。好，我们右上角可以看到一堆任务了，那可以滑鼠可以点一下，看它是哪个点。嗯，目前只知道一个水之神殿在哪边而已。哦，好，我再走出来吗？是啊。好，对啊，出来。美好的一天没有。哦，好，没有，没有好的一天。嘴巴很红吗？没来哟、哦。直接去地窖吗？哪一个？地窖是要打架啊？是啊。哎、欸，这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啊，选任务的地方啊，选剧情 啊，有一个是主线任务，好像是那个这个的名称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希尔德布兰特啊、哦，嗯，史莱姆哦，而且史莱姆是比较慢而已，对不对？对，啊、对，会中毒。没想先打谁？鬼魅是不是也会诅咒啊？萨满好像也是会诅咒。啊，洗扫的，好洗扫的，好。光光想敲谁头？敲谁的头？弹性一点。
贪心一点，好，就他了。我来贪心一点。我来贪心一点。哦，你原本是个叉叉、啊。等一下，你的稿子又爆掉了。哦，建设伤害重置，我有重置功能可以用哎。可是让重置让这世界重置吗？啊，你不要玩了，嘿嘿。啊，来玩了，你玩了。好，实在跑到后面去了。哇，太猛了！哇，跑好远啊！史莱姆，你不用玩了，什么任务？哈哈，换我了。他们有都没有普攻吗？啊、哦，打不到！哎呦，他看你，干嘛啦？诅咒不好运，哦，不信，哦，不信了啊！到大原来重置那个也要装填哦。哦，所以你现在又在装填哦？好，我以为那个不耗装填数哎，机车嘞。可是你装填一次，它差不多吗？你就盯着它吧，你控制它吧。好，霸凌史莱姆，没错。哇，打不到他、啊，麦啦！哎呦，又低，打不到啦！还想玩呢、啊，那边鸟。好可怜哦。我发现讯头怪怪的哎、欸，算了，今天不开了。怎么怪怪的？你后面有人啊？我刚才也要讲一样的话。不是啦，我如果什么滤镜都不开的话，它会变黑白的。哇，哇，你真的后面有人啊？差点坏了！哇，你不要稿子爆掉啊！今天运气特别好啊！看我啦！今天运气很好哦。说，射的、哦、很棒哦！哎呦，哎呦，直接射他了啦！啊，亮！天花板。你打到天花板喽、哦！你的子弹卡在上面喽！没有没有，那个是其实是我想试上面台灯，想让它掉下来砸到它，对。哦。这台灯还没掉下来你就把它打死了，所以对。哇，装好，我打、啊、穿鞋子穿。哎呀，比罗汉有衣服了。哎、啊，你这样真的越来越像矿工喽。好像矿工哦，超像。我记得是先打女巫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来了，本来呢？你不把他打死，等一下下场就变巫。他原本是黑女巫。女巫。好，我敲蝙蝠，敲死他！哇哇！哦。好，你赶快把他打死，不然他就变污了。对啊，他污你了。哇！他拍掉你的子弹了。我要拿枪了。哇！死掉了。哇！你被污了。原来是你变成污了。拉你还是打他？打他。我先打他啦，如果打不死。至少啊，你可以拉了，你可以拉起来了。我拉吗？你不然你敲他，我拉。我试试看能不能直接敲死他。嗯。哇，你这个试一定试得到啊。不行欸，他这样还是68%而已。回来，对对，不要浪费。你拉他好了啊，这样少一个人挨打欸。可是他。怎么啊？你还是输出好了，你输出比较有效益。好了，敲死他！哇！但我有奖励吗？没有哎、欸。这分还是我连钱都没有，好惨哦！都财气，财气，财气吗？
猜着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啊，先帮你收起来，先收起来。意识，意识，意识，意识是那个吧？繁星的眼睛，那颗眼睛。好，先把哈基拉起来吧。哦。衣服，等一下、哦。OK， 怎么给？哦 ，OK，OK。哦 ，OK，OK。OK，OK。我画面。Okay.为什么画面出现道具啊？不要拿枪，你可能有移到道具吧？你把滑鼠移到那个属性栏、哦哦。行行，好了好了、嗯，滑鼠移上去就好了。好了，好 ，boss， 哇哦，咋办呢？我们是不是要灭团啊？我觉得是哎、欸，四等两等哎、欸，四等哦，哇。中间四等啊，咋办呢？咋办？咋办？你是物理攻击哇？要先全力把旁边打掉吗？打旁边好了啦。OK。四滴，扣了一滴啊！哇，好啦，韩市长要来消耗关注了。穿刺，戳。哦，有三次，好猛哦！哎、欸，他看你耶，你能不能弄死他、啊？最右边的，你要被弄死啦！你要不要先吃个补啊？你要不要先吃个补啊？你要不要先吃个补啊？然后等下就砰，又飞出去了。哎、啊，你怎么换琵琶了？我不要拿枪，烂头！啊！我才刚补好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？我降明吧，降防，降防。还行，好，左边，弄死他！哎、欸，你都不帮我弹琴的哎、欸，手酸了，手酸了是吗？手酸了，弹一下琴嘛！哎、欸，我刚怎么专注？刚耗掉，怎么没耗掉？没按好吗？ 你是不是有移到旁边隔层就取消掉？你移到旁边的选项就取消掉？这样哦，嗯。嗨，菲菲，没成功。哎呀，我还是好痛。咚！哇，我打不死。哇，完蛋了。哇，又是你！再一滴，看我，拜托，不要，不要！你又倒了！你怎么倒了？你怎么又倒下去了？起来吧。我好凉哦！不要跳！不行，不能睡着，不能睡，你不能睡，睡觉不行。因为打中，哎、欸，打吧。我先把它打掉，先把它打掉。对对对对对。不想睡觉。不要睡了啦！哇！谁的啊？错，我攻击好低哦！吃血！我可不可以现在给你东西啊？现在不行吧？啊，好吧。啊、要踢人了！要踢人了！生气了！完了完了！啊，好，试试看。哇、哦、哇！有希望哦！气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！哎呦！哎呦！没想到吃醋了。哎、欸，他好烦哦！我攻击暂时下降。那不晕爆你，晕晕！干！还没晕到。我看看能不能直接把他敲死。完了，不然他搞死。你都帮影月弹琴。因为这攸关他的性命的。哦，你补回来。感谢狩猎。哎呀，你先、欸、给你他拿琴，给他。好。拿去买棺材。买棺材。生命加速给他寄吧。力量我大。大。
一定是他们听到繁星说打隔壁的，所以都打隔壁的。啊，很早以前讲的哦，千托。唉，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有船券了吧？啊，不用先打史莱姆啊。啊，对，我们的任务在下面呢。对啊。等，那就走啊。他是很强的那件衣服吗？哎、欸，对。哎呦，没专注了。我要去干嘛的？你要去玩吗？测眼睛的。眼睛的是韩市长的吧？对，韩市长的。让韩市长看看。快，我没有专注了。看一下眼科，看一下眼科。锵锵锵！哇，三步刚好到。要让你们看笑话了，不会啦，加经验值，你都扣经验值而已，还老扣十二，扣八才一趴。好啦，加八，他现在赶快把那个乌鸦嘴念完呢、欸！哇，什么乌鸦嘴？才不乌鸦嘴，才不乌鸦嘴，我最乌鸦嘴的、啊，哪有最不乌鸦嘴了？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一个那个，队伍最高生命值加三呢。哦，这个这么好、哦，等下过去啊，打完过去，好啊。摆一下啊。哎，要怎么移动过去啊 ？WSD 吗 ？WSD 或是你滑鼠移到最底啊，画面最底，它也会推动啊。哦，我有到吗？我没到吧？你们要打、哦，好啊。对啊，你打、啊。没到哎、欸，我还没到哎、欸。你要走过去哪里啦？休息一下嘛！哇塞！黑暗嘉年华，我直接原地回血一下。直接干喽！好，干上！要不要扶？扶扶！成功！哦。你要换两只哦！你要不要换回那把枪啊？现在换来不及了啊！哇哇！哎呦哎呦！哎呦，他们两个隔在一起耶！天啊！感谢猫儿！哎呦哎呦，这个声音吧滋吧滋的！我现在换枪的话，有办法装填吗？好像也没虎，你不要好了。哎呦，敲碎一次。好像不要换了啦，就打吧，来得及。嗯，打。好。好。好两滴，好两滴。要中毒啦！要完蛋啦！我可以逃跑吗？你怎么现在才说？我诅咒你跑不掉。我看不行，差一点，哎，要中毒啦！啊，要死掉了！死掉了！还中毒多久啊？中下去吗？这个谁要？谁要？你们看谁没护甲吧？怎么看？八。先看不太到，我先收起来。对啊，待命，待命，免毒免诅咒，但是你们已经中毒了，已经中毒没有用，那个是新的才会免疫。没关系，我后面一定会再中毒，一定会。这年头连史莱姆都要放生、他要中多久啊？不好说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。好啊，没有自然解掉了，但是不知道多久。没有去算过他回合数。好，行。换我是。对。我们要绕下去拿那个吗？去啊！我应该逃得过去。45%哎，我跟雨月都不在哦。对啊，车不行，这45%我不敢玩，他三个人，等下机器又被戳死了。哎、欸，刚才那个衣服啊对哈，哎呀，温涛，温涛，温涛，
恭喜你中毒喽！是文涛测运气，闪日财。哎，音乐是什么衣服？好，我是力量衣服。对，力量衣服。穿吧。战斗！好、哇！讨厌，我讨厌他。他会偷。他不是偷完钱就跑了吗？只有我一个。跑！我跑。他不让我跑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要死一个了！要死要死要死！要死掉了！我要死了！哎，偷钱。哦，还好他偷钱而已。53块，你没钱了。你 auto A 不是准备好好不好？你先离开好不好？这个能忍。我走。武器断掉了。快哦！算了，我加了。好死。我走。What the fuck？ 这运气太好了哇！我向左边蓝色护甲紫色魔看。好的。我瞄走靠第二个叉的时候，我就按下去了。哇！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有多三个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等一下，我是顺便解锁一些东西啊。我知道为什么没流浪汉的啦，我没有过主线吧？啊，不是流浪汉，是我们在玩为了无网还是哪边的时候啊？没有，在那个海上那一关哦，我们在一个。他是在一个木筏上面，然后点他看你要不要救他哦。剧情解到的。哎、欸，如果现在解锁的东西会在地图上出现吗？我现在才解锁的。貌似不会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就不用解锁这么认真了。好，我要先把这边的解锁完，我就全部解。对吧？武器断掉，全部包那个又被偷钱。你已经不是流浪汉，是乞丐了，还有干爹。读取好了，可以进了。好，感谢棒棒糖。四个叉很强哎、欸，太欧了，真的太欧了。人财两失，不是人真的，是物品的。对，财物两失。有了，今天我们玩到几点啊？我都行啊，12点。好，应该会超过12点啦、啊，哎，哎，再这么睡下去的话，对。这运气没话讲，真的没话讲。Perfect。等等，我现在好，为什么你的脚都不见了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们是在石头里面呢、欸，他、啊、不是应该在石头上面吗？为什么在石头里面？这长得像鬼啊！再来，战斗一次，再来，耶、yeah! ！哇，32块钱。再来，我没有到，得到吗？我没有到，韩市长没有东西啊！哎，换我 F 4了吗？就是脑袋谁比较高？谁？81是隐约比较高一点点。那我拿到73、45，好，那个隐约吧。等一下，我们打完蜜蜂，打完蜜蜂再回来点。好啊。哦，攻击成功。为什么一只蜜蜂你要变成4只脚？哦，伏击失败是3只，还想打我们？还难？哎、欸，啊，哎、欸，啊，魔抗99+1，不要啊！这叫海绵蛋糕。谁最不能打？谁最衰？谁最衰？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死两次哎、欸！你最常被打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有人踩两次哦。你最常被打，但是我最衰，就这样。啊，你们学一个吗？吃我！哦，他是吃掉的哦，我以为带身上的保平安。哎、欸，那这个护甲谁要啦？你们两个选一个啊。什么东西？加什么的？刚刚那把。
你点我包包。好，我看了，我再看了。装备，圣右背心。我现在可是我加才能跟运气耶。啊，你这样才能是？对啊。你穿吧，你有生命再生哎。不是啊，你的衣服没有加才能啊。我看错了吗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。还是我根本没穿上去啊？你看到的是我的软铠甲、啊，我说的是我包包里面的那个圣右背心。哦哦哦，啊，那给我好了。啊。剩下穿的衣服，可是你在我附近，哦，我过去，自由商，自由市场，来给你，好喂，然后，啊中毒了，得反跑呗，装备，雨月先把楼道到，等等啊，你进去了，什么楼道？就是我想说，隐月，你进去之前可以先把你装备有一个扣智力的先拿下来。哦，你有看到他有扣智力哦？对啊。啊，隐月是麦不见了。啊？啊？我在想。哦、你想啊，你想啊。我觉得是28趴的啦。我觉得两趴应该是不会中啦。我觉得两趴十趴不会中了呀。还有8趴。羊的呢？你升级啦！我最烂啦！谁敲我？谁敲你？好、哦，谁敲你？剃毛，帮布布剃毛的。哎、欸，我还没，我去拿喽。你有吗？好。我你哎，这个是什么的？这叫回复专注而已，他没有那个。那就加经验跟回复啊。不是不是、嗯，所以我要走过去吗？走过去啊。哦，啊，黑色江陵花不用理他哦。对啊，你要拿到剑才可以进去。你没有票进不去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是直接把专注吃掉就好了，要回满专注。没关系啊，我就下一个会走进过去了。二三四，那给我吃到、啊。好，虽然这个不是那个永久那个。加血喽！哇，所以越好的雕像，它加能力越多、哦。哇，对。木烟阵。哎呀，现在乌鸦嘴不灵了。我们要去木烟阵看看。嗯。噔噔噔噔。美好的一天。不美好。热。好啦，只扣一而已，开心。啊，你的中毒解掉了，那我下一回应该解掉了。你要说是一层是三回合，算了。想客专注啊！想客专注走，是不是有点电子音啊？嗯，有吗？你有点，我吗？刚刚，刚刚，刚刚，对，刚刚。我看观察一下。好，嗯，好。那观察是说观察游戏还是观察地形？D 跟 OBS 嘿。哦嘿。啊，请问一下，我有要买烟斗吗？烟斗不是我买吧？我们没有团补吧？没有团补。所以每个人都买。嗯、好，我买。除非有那个那本书是有加那个的，我就范围的，我就吃给大家，嗯、我就嚼一嚼的给大家吃下去。好可怕、啊！来，我帮你嚼好、咀嚼好了，你可以吃的哦啊！不要。然后我还可以呸呸呸，然后你们嘴巴张开就好了。欸、住宿是加二专注的，我记得。对，旅馆加二专注。好，钱花光了。那你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市场啊，干、欸欸、嘛？你叫我吗？不是啊，我说是市场，市场。对，我是场，我是场，怎么了？好，好，好，要喊阿场，喊阿场。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好东西耶。喊阿长。哎、啊，我刚没看任务哎。任务我还好哎。看一下物品是什么？物品是草药。草。补满草。那就赏金。赏金就30块喽，一个人10块钱。扎人风可以啊。
Ray 要重新。